5月27日，王思聪户外被偶遇，身边跟着一位女生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王思聪身穿白色外套，内搭白色 T 恤，打扮得相当时尚。能够看到王校长走路吊儿郎当，头发凌乱，仪态也不是很好。王思聪走在前面，身后跟着多位男生，场面十分隆重，想不被人注意都困难。此外，校长身边还站着一位女生，对方穿着黑色短裙，一头长发披肩，脚上穿着运动鞋。虽然两人没什么亲密的举动，但这位女生一直跟着王思聪走，关系看上去不太一般。画面中，王思聪本人估计是参加什么活动，草地上站满了人，场面十分热闹，大家都没有戴口罩，一下就能把校长认出来。众所周知，王思聪身边总不缺女生，不免让人怀疑这又是换女友了吗？此前曾有网友就拍到王思聪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生购物，之后两人一起离开，还曾有网友却遇到王思聪帮一位身材消瘦的女生买花。很显然，这两位女生并不是同一个人，不到一个月就换了两位女友，不愧是王校长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